哎呦，今天我们要玩一下鬼修女的一代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在二代推出之前呢，我们要来补一下一代会比较好啦，不要到时候二代一推出玩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啊。 OK， 那我们就来玩一下一代吧。很久没有回来这个游戏，我觉得好多东西都变了哦。什么时候有金币啊？金币可以干嘛？哦，这里有商店哦，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让玩家提升一些性能呢，额外的生命啊。哦，修女拿的武器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打开地堡，然后可以直接拿面具，面具是什么东西啊？哇哇哇哦，哇哦！好，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来玩一下吧。OK， 我们来玩一个正常模式好了啦。那先说一下，我非常不擅长这种类型的游戏。如果你看到我玩得很烂，那请见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今天这一集呢，你们喜欢的话，那我会继续做下一集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开始吧。这是怎样？我们好像主角搭车要去某个地方吗？这哪里啊？Wait， 呵，为什么每次要载我们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就 ……Oh my god， 好恶心，那个脸怎么这么恶心啊？第一天。你坚强的起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得赶紧离开这所学校。Oh my god， 柜子没东西。我们一开始应该先到外面吧？这是什么啊？盖子、计时器，还要三个多小时，这个地方才打开。我们先躲到这个里面好了啦。我很怕欸。我们先从这边出去好了啦。这是会走到哪里啊？OK， 他会跟过来吗？需要密码 ？Oh no， 我听脚步声了。他会爬墙吗？他会 ，No！ 快闪！可以开。赶快离开啊！不！耶！他的脸真的看几遍都觉得好恶哦。好吧，比我想的还要难呢。直接从大门来。Oh my god！No， 怎么又是你 ？No！他这样抓到我吗？我躲在门后面。Oh no！不要来！他应该不会突然绕路。Oh no！ 完了！这里怎么遇到百叶窗需要电动？我可以躲起来。哦，拜托你不要开门啊！哎呦，好危险哦！好，我们先偷偷的跟在他后面。No！ 快！OK， 修女嘞。盖子拿掉，先走。这不知道是哪里，但走就对了。这什么地方 ？What？ 这地方也太怪了吧！这里还有个洞。哎呦，我好怕哦！他都跟过来，很恐怖哎。哦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嗯，啊，这边怎么被挡住了？哇，这是一个迷宫吧？这又是哪里？
啊，这什么地方啊？修女的学校应该是这一间，然后我们好像从一个奇怪的密道里面逃出来了。这里还有什么？这里好像提供了两个入口可以来那个吧，进跟出吧。这个是哪里啊？啊哟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什么奇怪的癖好？我有办法能上去之类的吗？球欸，啊，不能丢啊！欸，等一下，那边有东西，我现在看到。这什么？啊，这钱而已哦。我还会什么重要的道具欸？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另外一个入口啊。这能开吗？不行，这个是电动的，所以我们要拿电，然后还要拿开关。应该是不用电，因为这里已经有电灯了，应该是不用电，应该只需要开关而已，找到开关。我现在超怕欸，修你在哪里啊？钥匙，女厕，好，女厕，怕爆，都没东西啊！哎，有欸，又是钱。好，这也是男厕吧？哦，我们需要类似什么撬棍啊，或者是什么锤子吧？哎呦，开这么大声，他应该会发现吧？啊，这是户外哦。以前就有这个地方了哦。哇哦，有钱，来这里收集钱的吧？OK， 那我们应该还是出不去吧？这能开吗？不行欸。所以我们只能从这边回去哦。哇，好远啊，这个路。这边，这边，对对对，没错，这边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出来了。破旧日记，山羊头的翅膀代表着恶魔。好，我们现在应该要去二楼吧？这里好像有个可以通往二楼的地方。Oh no， 它怎么是二楼？这应该不算吧 ？Oh no， 他这么聪明的哦！啊，最后一天呢？三天而已哦，还是已经五天了？然后我自己不知道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才过三天啊？我以为这个游戏一样是五天呢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先走。来来来来来，有钱，他会爬墙，对吼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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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走什么路啊？完了，我刚才走到死路去。额外一次机会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来看一下，这应该是死亡结局的动画啦。好恶哦、喔。然后这音乐有个吵的。哎、欸，是那个面具哎、欸。Oh no！ OK， 那我们再来玩一场吧。跳过跳过。我将会更期待就是明年出他们重置的那个版本欸。听说这个重置版会更恐怖啊，今天够恐怖，还变得更恐怖。没有电流，饮料机啊，粉丝的话。我们先上去吧，先上去楼上看一下有没有东西。好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洞钻进去吗？应该不行吧？哎、欸，少一条电线啊！少一条电线会在哪里啊？Oh my god！ 这个倒吊十字架大家应该不陌生啊，在那个重置版的预告应该大家有看到啊。啊 ！Oh no! Oh no! Oh no！ 会过来吗？刚才真的有够恐怖了。我可以直接藏起来啊！有小型电线，他走了吧？哦，他应该是走了吧？有回复了，电流回复了 ，Yes。
这里有钱，这里有钱，先拿钱再说。那个东西修好的话，代表说百叶窗应该可以顺利使用了。啊，电动的需要开关。我听有人睡觉声呢，哪里有开关啊 ？No！哎，有电的应该是可以开了吧？快！还需要一个锁啊！跳跃，先跳进来里面。这是什么啊？哎呦！他又看到我了。等下，百叶窗什么时候打开了？百叶窗开了代表这边可以走了。哇哦！这里又有门哦，这个地方啊。撒旦仪式 ，Oh my god！ 他看到我了。他追我，等下他追我，我要躲哪里？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啊，这里又有楼梯啊，就通到地下室了。OK。从这边进去。这有钱呀，这里有东西耶、欸！哦，我就知道，饼干盒。哇哟，他的声音有个吓人的。走喽，走喽，我们先去二楼看一下好了。我已经被他那个声音吓两次哎、欸，靠，有个大声的。饼干摔碎了 ，OK， 啊，就是要这样用啊！这什么门啊？我们从外面那条路进来吧，从外面那边进来比较实在啊。Let's go， 那我们先去拿一下那个好了，我们先去拿一下饼干盒子里面掉什么东西啊？大门钥匙。大门的钥匙，从这里打开就赢了吗？是大门吗？哦，我们玩的是容易模式啊，不是鬼魂啊，是容易就对了。啊，至少顺利逃出来了啦。欸？哇！呀，我们逃出来啦！听说好像还有其他的结局，是不是？其他的结局的话，我们之后再来试吧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就先玩到这边就好啦。那如果你喜欢，记得帮我点个 like， 顺便订阅一下哦。那如果这件突破400个喜欢，那我就做下一集的鬼修女的其他结局，好不好？好，观众们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边喽。那我们下次见 ，peace out。